呀，你轮转天气风湿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买咗一个最新科技嘅太空小灵晶，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噶，咁就唔怕风湿骨痛啦。哇，咁好噶，咁啊买多个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灵晶可以喺六创意健康店买到。电话2882-4848，网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今次的疗剂是 Castoria canadensis。是 Castoria canadensis， 是 beaver secretion， 是一个海狸的分泌物，大家知道 beaver 那个海狸的分泌物里面做出来的这个疗剂。好了，应用的地方呢是那个症状那个应用呢，就通常一些是个人极度虚弱，身体没有反应，个人极度的衰竭，神经紧张性神经性的心跳，尤其是女士，因为很神经质的女士，歇斯底里的女士，病了之后呢就没有完全康复，个人很敏感，咁就出现呢就是不断咁流汗，流嗰啲虚汗啊，个人咁同仲有不断的打喊路啦，睡觉不安啦，同埋睡眠不安得嚟呢，就同埋好多啲嗰啲惊恐嘅梦，令到佢砸醒好多次。咁日间呢就怕光，唔能够见光嘅。咁同埋有病，有啲严重嘅病之后呢，个身体呢就出现呢係痉挛，嗰啲抽筋嗰啲毛病。咁身体亦都感觉一种有一种爬行嘅感觉，有啲 tingling， 有啲刺痛嘅啲感觉，尤其是瞓觉嗰时更加差嘅。咁亦都有一种抽痛啊，少少痉挛啊，呢啲咁样嘅。咁成个身体呢觉得好沉重，成个身体好沉重。而嗰种痛出现呢，就攞大力压佢呀，或者按摩佢，摩擦佢呢，就会舒缓到嘅。咁成个胃呢觉得个胃满晒啦，好似食得太多嘢嘅嗰种感觉嘅。好啦，咁呢个嘅疗剂呢通常适应啲咩人呢？通常适应嗰啲紧张嘅女士，嗰啲有歇斯底里嘅倾向，有痛啊，有抽痛啊，同埋呢係因为病咗之后，一种严重嘅病之后呢，成个人都虚弱晒，抽筋啊，抽痛啊，好虚弱。呢种咁样嘅情况，呢种嘅处境，呢、这个疗剂就咁样用嘅。
好啦，咁最紧要咧就佢个佢个痛症咧就系身体嘅痛症咧系用可以用按摩用摩擦咧可以舒缓，或者大力按压就会舒缓嘅。咁佢亦都可以治疗嗰啲即系冇咗经期啊，冇经期。咁通常咧就呢、這个伴有嘅症状咧系会痛啦，同埋咧嗰个腹胀啦，系鼓胀嘅腹胀啦。咁、而嗰个病人咧，通常咧嗰、那个经血咧系一滴滴咁，好少好少嘅、因为佢嗰、那个子宫嗰度咧系有啲抽缩吓、有啲抽缩。咁所以咧佢个经血咧系一滴滴咁滴出嚟嘅。咁亦都可以用喺啲绞痛嗰度吓，通常有啲人咧系比较上咧系紧张性嘅人啦。咁绞痛出现喺嗰个小肠嗰方面嘅，咁伴有个人咧就每个人苍白啦，有飙冷汗啦，系突然之间呢个身体突然之间冇晒力咁样嘅，好似咧成个人嘅生命力都俾佢吸走晒咁样嘅。咁仲有一个症状，呢、這个疗剂咧系可以帮助嗰啲肌肉吓细肌肉组群组嗰啲抽痛抽嗰种感觉，咁成个人咧就觉得好重啊，但系咧嗰个四肢咧有一种阵痛，有一种震荡，有一种阵阵嘅感觉嘅。OK， 嗱呢个系一个细疗剂嚟嘅，咁但系如果遇到适当嘅情况咧，這个疗剂就可以帮得到噶啦。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系唔系就系你嘅灵丹妙药啊？需要嘅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喺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系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喺网上订购，网址系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